庆祝母亲节暨中班的感恩会和大班的酒杯花之后呢，花莲市立幼儿园的小班在5月7号进行的是干燥盆花 DIY 的活动。小朋友们把色彩缤纷的干燥花一根一根插在白色的小花盆里头，每一个盆花呢都是孩子们独一无二的创作，这也将会是妈妈最欢喜的母亲节礼物。庆祝母亲节，很多人都会买鲜花送给妈妈，而为了让花可以更持久，花莲市的幼儿园特别为小班小朋友们设计了手作干燥盆花活动。在指导老师带领之下，小朋友们把色彩缤纷的干燥花一根一根插在白色的小花盆里头，每个人的创意和构图都不一样，完成的每一个盆花当然就是独一无二，也将会是最让妈妈欢喜的母亲节礼物。这个好漂亮，送给谁？送给妈妈，那你的是也是要送给妈妈吗？是哦，好漂亮哈！这是你的，我做的超漂亮，哦、真的超级。啊，你的呢？你的也是超级漂亮，对不对？手工艺老师准备了各种颜色的干燥花，其中一朵主花就是康乃馨。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发挥创意，把每一个花材插到小小的盆子里。小朋友们觉得花很漂亮，不过也都说花很多插不进去。手作的过程充满了欢乐气氛，也希望这一个小小的美丽盆花能够让妈妈们感到无比欢心。记者惠欢市报道。